是工工人，而现在每天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淘宝开始接客。亲，上车吗？这趟很稳哦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文具三分钟。本期视频拉面将跟大家佛系逛店，来看看各大文具品牌店铺一些热件或者是打骨折的产品。没办法，攻略费不会深度薅羊毛，只能一切从简。开始前先复习一下跨店满减规则。今年淘宝是每满200减20，天猫是每满300减40。有了这个大框架，怎么凑数就看你了。注意，以下推荐均以品牌旗舰店活动页面为准哦。618要买文具，第一个我就先想到了国誉。国誉这次的满赠活动做得挺大的，从6月1号到20号，单笔实付满198元送 Campus 帆布袋，单笔实付满400元送特点雨伞，这个真的可以有。之前他们家的文具礼包送的束口袋就很漂亮。主推限定产品有夏日季限定套装笔记本、 Smarting 条纹套装和文鸟套装，都是些很小清新小可爱的文具套装了。除了上面限定，国誉为了年终真的是火力全开啊。在新品专区里面，你可以浏览到的单品非常丰富，基本囊括日用的笔具、本册、收纳包等品类，颜值党千万不要错过哦。还记得我们前几期讲的 P500 吗？打开百乐店铺就被 P500 海报霸屏。高考在即，作为考试笔的它自然少不了被热推。关键是他家今年的运动限定壳是史无前例的限定 P500， 颜值上有人吹有人弹，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。活动期间单笔买3组限量版会送文具盒一个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鞋乐家的活动页面简直就是众多品牌里的一股清流，要是没有狂欢节这行字，我都不知道他家在搞活动。好吧，个人比较心水他家推荐的 21K， 这支笔鞋感真的赞，新手用也会爱上的，信我。人气款钢笔有4季之，系列里头还是春夏秋冬经典。至于打骨折的笔，有4季之的钢尖版、冬之星辰。今年白金618年终聚会排名给了3776，600起步刚好可以领个30块钱优惠券，再加上天猫的满减活动，可以省110。有种草3776的同学赶紧冲啊！页面滑下来可以看到这款预计8月限量上市的紫云。据我所知，隔壁败家少有的几支现货，刚上没多久就抢无了。果然，颜值就是正义啊！白金热销第一的钢笔当属可以许愿的小流星啦，而且小流星出了个清甜系列，很夏日的颜色，纵观入门级钢笔，算得上便宜好写又好看。来看看国货大佬晨光，618做了3个宣传板块，决战高考，有考试用的文具，创意艺术会馆，主要面向儿童，还有新选文具畅想会，这个估计是逛单品的。如果你刚好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，纠结担心买错买漏的，请打开第一个，晨光已经帮你想好了万全的应试套装，细到考试用笔、橡皮、尺规、笔袋，甚至计算器都有，帮你安排的明明白白，顶吗？Kimbo 的手账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，618活动他们家主推的是手账类产品，这些手账也太好看了吧，福尔摩斯、游戏机、简爱刺绣等等等等，每一款都有想点进去了解的欲望。主推款福尔摩斯手账，用券可以便宜30块的套装里基本集齐了写手账需要用到的配件，到手寄完，颜值相当可以。店铺自身也有许多满减优惠，像这个满199就减50的，买个套装再随便加点别的就满足了， nice。众所周知，得力做办公用品很出名，商务学习人气之选，推荐这款 S657 职业笔，平均1.5块一支，拿来派街坊不丢脸，弄丢也不心疼，实惠好写。第二个推荐的是可旋转订书机，订本子中缝什么的就很方便，这款产品也是打了接近半价的折扣。正当我准备退出页面的时候，猜我发现了什么，灯计算神器，只要10块钱出头，你就能拥有大按键计算器， double 价钱还能升级成语音款，听一听这年终花了多少钱，一是一种自我检讨啊！我不听。讲真，618是逛不完了，作为一个攻略费，只能尽绵薄之力给大家推荐一些店铺好物。不过有一句话拉面要说，趁着优惠买买买没错，但一定要量力而行，理性消费，这才是坐上理想生活列车的明智之举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618购物清单，一起种草，一起薅羊毛，岂不美哉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不妨点个3连支持一下，我是拉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